我知啊，臣在。太子他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朕准许他来不了就不来了。臣已经听武大王说过了，但是即使是不来，也应该叫人通报一声。怠慢了牧之，朕回头一定会骂他。臣不敢。 臣只是惦记他，想去看看他。怎么宴席还没有开始，牧之就要走吗？殿下，既然身体有恙，臣还是应该先去瞧瞧病人。武德侯此次征战，劳苦功高，又远道回京，想必是累了。 朕立了心后，喝完这杯酒再走。臣过去在王府跟皇后喝过了。 虽是王府救人，但是酒却是朕精心准备的时令新酒，不知不要辜负朕的一番心意。谢陛下好意，但是殿下自幼体弱多病，怕下人照顾不周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朕怕有失。 对先皇后的承诺，臣想，陛下应该也不会有了新皇后，就忘了从前对先皇后的承诺了吧？牧之真想知道太子现在何处。 这杯之酒，本宫代天子为将军洗尘。谢陛下，臣万死难报。 请陛下恕罪，臣今天起晚了些。
来了就好。陛下，殿下临时入席，臣怕他们准备不周，儿臣下去叮嘱一下。坐下，这么多人用你操心这些，细枝末节。臣进去吧。 琉璃藕片，太子还喜欢吧？本宫记得，太子是不能喝酒的。殿下不善饮酒，还是少饮为佳。人都是会变的。 自己不听话，找打。是我的窗客又退步了。不应如此，也不该如此。 是啊，母之在，我想太子就不会再偷懒了。来，跟朕再喝一杯。谢陛下。 老狼啊，你不是有话要跟朕讲吗？
是，陛下让臣昨日前往兵部，报缴天策营整阁事。陛下，臣也忘记了，臣也还有些。 等了半天了，走吧。陛下，御用之物臣谨奉还。嗯，赐给你了，拿回去吧。是，臣谢陛下。那里还有一个东西，我也想把它带走，请陛下开恩。 若是空哥未现在还没来得及动手的话，把他也赐给臣吧。三郎没喝几杯酒吧？陛下，把他赐给臣吧。臣会。果真是没有喝醉，也果真是他还没有挨够。是。只要他的字一天没练好，臣就情愿见许钦差一天。 你知道他是？臣知道他是大逆罪人。你这么想保下他，又像当初冠礼时保下那个工人一样？不是那样，臣陛下，这不是。<咳>给朕足够的理由。理由？天下人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因为臣。 爱慕的，果真像你们说的一样啊！我家三郎是个情种，这可真不是随了朕吧？谢。这种借口，这种事，朕可管不了。问皇后吧，她冒犯的是皇后。您爱慕她，钟情她到这种程度，那就请求皇后看看她能不能宽宥你们。陛下。 陛下，三郎都这样了，跪下吧。